到家了，今天自己回来的。他们两个上学的上学，忙的忙，我妈出来接我，两三天没回来了。我爸和我老弟在这吃中午饭呢，这雪人还没化呢，但是现在外边开化了，要总是这个温度啊，也快化了吧。我买的那个虾还有羊肉，晚上吃那个穿锅底儿。买的米粒，这个就待会儿放那个锅底儿里边。特意买了一包这种的小海鲜的料，不知道几块钱，忘问了。这是什么肉啊？羊肉。把羊肉拿出来洗洗，这羊肉还是有点肥，多洗两遍，搁碗水。吃这块，这句话够了呗。你放冰柜冻一会儿，吃的时候再拿出来切，好切。和老弟一起拆快递，你看看是啥？啊，这是擦地的，地板清洁的。这是啥？啥玩意儿？你这什么眼神？这泥鳅马蛋子，什么玩意儿？啊，这是萝卜。一会儿这萝卜吗？你切一个，咱尝尝，咱吃饭的时候尝尝。紫萝卜，冰淇淋萝卜。以为你要害我呢？这都不印你。你那心咋那么小呢？我害你，我害你干啥？这是擦地的，以后让我爸用它擦地，一次倒一点就行了，浓缩的。羽绒服啊，这是洗羽绒服的，以后羽绒服不用洗了，埋了就用它喷一喷。你跟谁说呢？我连羽绒服都没有。那啥意思啊？不是，我用不着啊。你干啥用不着啊？我也没羽绒服，干啥？我洗啥呀？给你买一个呗，是这意思吗？你看，我给你买上来啥不要，完还老叨咕，谁能受了？这么些拖鞋呢？你拿出来看看。我选一个。你选一个，看能不能穿吧。咋不能穿？这多老大呀、啊！仨呢吗？这不。三双拖鞋整这么大盒子啊？有点大材小用了。要这个就行。要哪个？这个。就这个能穿。这是男款的。这是3839的，这是这他俩一般大，这是40。那俩我跟妈一人一双。这我穿正好。行，给你了。羽绒服到底要不要？说准了。妈，你作证啊，他不要。那他们刀没羽绒服，你这又不要了。这啥？有点小。你穿小。40/41的。你穿42/43的行。对，我穿42/43的，拖鞋嘛，得大点。这个就，哎呀，正正好好的。正好不太得劲儿，是正好。不太得劲儿，你就给你姐夫，刀哥再给你整双大的。你姐夫比你脚小。整，那你给他。完了，拖鞋也没混上，整羽绒服得了。你妈老要给你整羽绒服。我那天刀要羽绒服，这个萝卜呢？这晚上吃啥呀？要吃穿锅底儿。啥玩意儿？穿锅底儿。啥呀？吃了你不就知道了？把那小海鲜的料倒出来洗洗，老弟。这个。嗯，倒出来洗洗。锅刷刷，搁点。这就一点活。这锅是？你得干点活啊。这一包你菜多少钱，老弟？你手倒那玩意儿？50。嗯。15都不值，还50。你这里边就可拉倒，别洗丢了，一共没丢点玩意儿。嗯。行。再来，哎呀，这点玩意儿够干啥的？这孩子手这么轻。行。再来，说。你这锅还行，挺快。挺脆的呢。嗯，看，瞅瞅。鸡是酸菜，一点也没烂。捞酸菜了。它腌的时候那么大一颗，捞这腌完之后了，变小了。杀下去了。
昨天切完了，洗洗就给它下锅，搁凉水投两遍。今天这切啥肉啊？羊肉，妈中午冻的。一会儿那个开锅之后了，放点肉片，再放点虾和粉丝。开锅了，先倒一半吧，你这个不够再放吧，肉都放里吧。放里边吧，我没切那么多，我老弟说得少切点。还有吗？你起来，粉丝放里边。这个菜啥也不搁，就搁盐。这些呢？你先放点吧，别整咸了。要蛋再往里放。嗯。香芥末和葱花末，这玩意儿就是连吃菜，带那个吃粉条，带喝汤。带喝汤。吃火锅有啥区别？那不一样啊、嗯！吃火锅烂糟的，这多清淡呢。给你，我给你来个肉。啥都是给我弄的吗？那行啊。你拿我当哥呢？买呗，在东北还饭都整不着大鹅呀，有的是大鹅。老弟，你也整个萝卜吃，可好吃了。不吃，我就从小不得这个玩意儿。顺、嗯、气儿，顺气儿。嗯。这啥气儿？我这啥气儿？还行，挺好吃吧？嗯，一点也不辣。